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疯狂的西安晋宁盗墓案。这个案子的盗墓贼竟然把重达27吨的国家一级文物石棺椁盗卖至美国，可谓轰动一时。该案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长安盗》。这起大案的主犯杨斌1965年出生于西安。21岁的他从技校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摄影师。这年西影厂拍摄了一部很有名的盗墓电影《东陵大盗》。1992年27岁的杨斌辞职下海后，在小寨开了一家小服装店，附近就有国内顶尖博物馆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斌也时不常到博物馆观摩。在古玩文物行当，流传着一句话：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西安这座著名历史古城也一直是盗墓案件的重灾区。1995年30岁的杨斌生意倒闭后失业，为谋取暴利，杨斌开始走上盗墓这条路。他边干边学，逐步成为文物鉴定高手，尤其在文物断代造诣颇深，他也因此成为盗墓集团的头目长眼。与其他盗墓贼不同的是，在杨斌的整个盗墓生涯中，他从不染指那些人所共知的贵重墓穴，相反，他盗掘的多是无人问津的荒野墓穴。为躲避打击，他盗掘得手后也从不在西安本地进行交易，避免留下蛛丝马迹。也正是这份谨慎、狡猾和专业，这个大盗一直闷声发大财。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盗墓掘祖坟在历朝历代都会受到严厉打击。2006年元月，西安警方成立专案组，对杨斌盗墓走私集团展开侦查。2月11日，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文物稽查大队在侦破另外一起盗墓案时，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有4名盗墓贼受雇于一个西安老板刚刚进行了盗墓活动。根据这个线索，2月12日元宵节，警方在一家小旅馆的两个房间抓捕了这4名盗墓贼。据盗墓贼交代，他们从一座堂屋里盗取出的大量陶俑已经被这个西安老板派人取走，但过一会儿这个取货人还会开车再来旅馆。警方随后守株待兔，布控将这名叫郭华强的男子抓获。郭华强随后交代了盗墓的犯罪事实，并供出幕后西安老板名叫杨斌，但他拒绝交代团伙的临时窝点位置。就在双方僵持之时，家住农村的郭华强身上的一把钥匙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根据这把高档防盗门钥匙，经验丰富的民警在小旅馆附近一高档小区找到了杨斌团伙的临时落脚点，抓到了杨斌的另一名同伙石永安，并在房间里发现了大量文物和文物修复工具等重要物证。石永安交代，盗墓行动正是杨斌一手出资策划指挥的，盗掘出的文物也都存放在北郊自己的家里。警方又迅速赶往石永安的家中，屋里到处摆满了唐代的陶俑、石雕等大批文物。民警还打开杨斌寄存在石永安家中的一红一黑两个旅行箱，起获了一把猎枪、十几发子弹、防毒面具、雷管、导火索以及一个很不起眼的移动硬盘等作案证据。随后警方继续顺藤摸瓜抓到了杨斌，但令人意外的是，当晚在做了审讯笔录之后，被关在占押室的杨斌逃脱了。后来杨斌对律师说，是趁看守不备半夜捅开手铐，推开顶在门口的双层铁床逃走了。之后警方一方面继续追捕杨斌，另一方面对缴获的物证进行仔细核查。当民警打开那个不起眼的移动硬盘时，移动硬盘的内容顿时让民警们目瞪口呆。杨斌的移动硬盘里存有124个文件夹，里面一共有5232个文件。文件内容不但有杨斌团伙成员的照片，更多的是杨斌盗墓时的现场照片，以及团伙盗取的大量包括唐代壁画、彩陶以及石碑等相当少见的珍贵历史文物，堪称杨斌的全本盗墓日记。警方在审看中
发现有一张照片与之前警方获悉的一起庞刘村无名古墓被盗现场的照片很相像。两张照片不同之处是杨斌的这一张有尸椁，而警方这张没有尸椁。尸椁是指在木质棺材外面又加套了一套石质大棺材，目的是起到防腐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尸椁是皇家高贵身份的象征。在目前已经发掘的数千座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唐代尸椁仅有11具，可见其稀有程度。警方怀疑杨斌与这起无名古墓盗掘案可能有关系，因为2005年8月警方曾接到村民报案，在西安长安区大少乡庞刘村，一座堆土巨大的无名古墓发现盗洞。警方赶到时，盗墓贼已经没了踪迹。警方在现场发现一个直径2米左右、深约12米的垂直盗洞。警方侦查后发现，这座墓穴已经被盗掘一空，甚至连部分壁画都被盗走。由于没有任何资料，当时无法确认墓穴的主人。为证实两张照片来自同一古墓，民警查询文保资料，请教文物专家。而文物专家在看见照片后也大吃一惊，这座石椁体量巨大，工艺精美，镌刻的仕女、花卉各种图案带有明显的盛唐特征。尤为可贵的是，石棺上的彩绘历经千年而依旧鲜艳出彩。这座石椁的体量及精美程度甚至已经超过已经出土的唐玄宗亲哥哥让皇帝李宪的石椁，也就是说，这座无名古墓绝对非同一般。那么这个墓主人又是谁呢？另一方面，警方同时布置尽快抓捕杨斌。警方通过缜密分析，从杨斌好色情妇多的特点入手，最终发现了杨斌藏匿在深圳的情妇家中。2006年7月，陕西警方驱车前往深圳，在深圳警方的配合下，成功的将准备偷渡逃亡的杨斌在其寓所中抓获。警方随后对杨斌展开突审，追查这具精美石椁的下落，但杨斌十分顽固，拒不交代石椁去向。面对杨斌的闭口不谈，警方围绕石椁继续展开工作。警方和文物部门多次进入古墓进行现场拍摄，这些影像资料与杨斌自拍照片进行比对，成了对其量刑的重要证据。2007年1月，西安警方正式委托省文物局鉴定组对这些照片进行鉴定。为慎重起见，鉴定组用了足足6个月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使所有的证据能够形成闭环，同时鉴定该古墓石椁为国家一级文物。2007年10月，杨斌被认定至少参加了2起盗墓事件，因犯下盗掘古墓葬罪和非法储存枪支爆炸物罪，杨斌被西安中院判处死缓，其余主要同伙判处11年至无期不等的徒刑。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考古所对这座残留封土南北长53米、东西长56米、高19米、已经被历代盗墓贼疯狂洗劫后的古墓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抢救性发掘。令人惋惜的是，古墓除了68平米的壁画，已经基本没有有价值的文物。而劫后余存壁画中的阴系杂技图、庭院建筑图都是唐墓壁画首次出现。考古人员在渣土里发现的9块哀册残片中，发现其中一块贞顺二字的玉器残片，上面是贞字，下面是非常清晰的顺字的一半。同时万幸的是，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块遗留的带彩绘石棺的一角，这也成了日后海外追索的重要证据。根据墓穴的规格及出土哀册、周边证据等相关证物，官方最后确认，这座无名古墓正是史书上鼎鼎有名的唐朝贞顺皇后武惠妃的晋陵陵墓。流传千年的晋陵之谜就此揭开。武惠妃是武则天的侄孙女、杨贵妃的婆婆，她生前集唐玄宗李隆基所有宠爱于一身。38岁的她
在大唐盛世唐开元25年12月去世后，被追封为贞顺皇后，并以皇后的礼遇下葬。由于当时唐玄宗还没有修建自己的陵墓，因此就把他葬在了长安城南的晋陵。由于唐史料中只记载葬于晋陵，却没有记载准确的位置，之后武惠妃和他的晋陵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除了盗墓贼无人知晓。那么杨斌又是怎么找到并盗掘了这座古墓的呢？原来在2003年底，已经颇具盗墓经验的杨斌无意中了解到庞留村附近的一座古墓被盗时，墓主人的石棺椁没有人动。杨斌一听有石椁就动了心，这个拾货人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好东西，虽然盗掘难度大风险大，但还是值得干一票。根据杨斌自拍照片时间显示，他最晚是在2004年5月12日就潜入了古墓探查，现场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他还对石棺椁拍摄了详细的影像资料，以便让买家相信货源地的真实性，卖出好价钱。随后杨斌通过地下文物交易网络联系上了一位至少出价100万美元的美国古董商。经过一番仔细盘算，杨斌决定对古墓下手。2004年5月到2005年6月，杨斌这伙盗墓贼实行了长达一年半的疯狂盗掘。为此杨斌进行了缜密的准备，不但事先安排了盗墓所需的炸药、绞盘、吊车、切割工具和枪支，而且在每次作案过程中还专门派人采取在公安局派出所门口和盗墓现场周围设暗哨，监控警方动向。对前来查问的附近村民则采取刀棍威胁恐吓的方式驱离，一旦真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掩盖盗洞并暂时撤离。就这样，他们先后5次进入墓葬盗掘，每次耗时一个通宵，却没有走漏半点风声。由此可见，该团伙不仅胆大妄为，而且计划缜密，行动高效。从上图可见，图中的绳子正是沿着杨斌盗掘的盗洞，从最贴近墓室的第7天井中悬垂下来，一下去就是中心墓室的石门，在这里可以将人和石块吊出。这盗洞分寸的把握，定位之精准，堪称完美。墓穴离地面有12米高，因此他们动用了7-8辆车和起重吊机，将27吨重的石椁拆分成31块之多，才分批吊运出来。同时，这伙贼在切割盗走5幅壁画的同时，还破坏了陵墓中的6幅珍贵壁画。被盗壁画中，1件为国家1级文物，4件为国家2级文物。被破坏的壁画中，4件为国家1级文物，2件为国家2级文物。之后，他们把赃物转移到东郊附近的一个仓库内，在那里装箱，随后发往广州，走私到境外。为什么大盗都喜欢直接往境外销赃？不仅是因为价格高，日后安全，不容易被人点炮，而且这些被盗文物在国外转了一圈之后，还可以再以文物回流回购的方式，不必经过海关检查，就堂而皇之地进入内地市场，这样大多数赃物就可以给洗白，合法交易了。案子破了，警方接下来就是追赃。2007年12月，警方获悉石椁已被卖至美国一名古董商手里。2009年底，在多方联络下，由警方和文物专家组成的中方谈判小组在香港以该古董商代理人展开谈判。事实上，石椁在这一刻已经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2009年1月，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龟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品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以今年为基准，250年前，也就是1760年之前的相关文物以非法途径进入美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而被盗石椁正在此列。大家都是明白人，古董商代理很明智，同意归还，要求给予一定经济补偿，中方则依法依理与对方进行诚恳的沟通和交流。
首次谈判后，为使谈判能有实质性进展，中方诚恳邀请对方到西安及贝当陵墓参观访问。此后不久，古董代理人一行来到西安。当他们来到被盗的武惠妃晋陵现场，看到盗墓对古迹的严重破坏程度，也被深深刺痛和震惊，当即表示石椁在美国仅仅是一件古代艺术品，但在中国却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应该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并最终决定无条件归还石椁。2010年4月29日，这座长约4米、宽约 2.6 米、高约 2.5 米、具有极高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唐代文物珍品石椁回到西安。之后，被盗的五幅壁画也被中方无条件追回。这些稀有的唐代文物珍品于2011年3月重回大唐故里。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以来，因为战争掠夺、走私等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其中100多万件是国家一二级文物，在47个国家200余家博物馆登记在册的中国出境文物总量约164万件，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加起来超过5个故宫。谢谢各位收看，欢迎点赞、评论、订阅，咱们下期再见。